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35品经文。这品经文的题目是《浊世阿苦》第35。这品经文呢，世尊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，劝导我们要明了事实真相，认清现实的环境，必须要断恶修善，才能够真正离苦得乐。世尊在3000年前就已经把今天社会的状况给我们说清楚了。说明白了，我们对于世尊的智慧和他的德能，真的是由衷的佩服。下面，请大家看经文。佛告弥勒：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意，不畏众恶，甚为大德，所以者何？十方世界，善多恶少，亦可开化，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具苦。我今于此作佛，教化群生，令舍五恶，去五痛，离五烧，降化七义，令持五善，获其福德。我们先看看这几个词语。五恶就是指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。那五善呢，和五恶正好是对的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是五善。再看看什么是五痛，这个五痛啊，是花报，是现前在世间所受的苦痛及所遭受的苦难。五烧呢，是果报，是指三恶道的苦报，这就是五恶、五善、五痛、五烧的意思。看下面几句经文：佛告弥勒，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意，不畏众恶，甚为大德。这是五句经文。这五句经文是赞叹。汝等是指弥勒菩萨和与会的大众们。身为佛的弟子，能在五浊恶世端心正义，给世间人做一个好榜样，用现身说法告诉大众，如何能在这浊恶的世间真正的离苦得乐。首先要知道苦从哪里来，苦从恶业来。世间人造恶，有时候自己并不知道，这就是所谓的迷惑颠倒。有的是有意做的，有的是无意做的，是因为愚痴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，往往把恶当作善，把善当作恶，他们看错了，想错了，做错了。老法师给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：爱因斯坦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不能说他不聪明，他参与发明了原子弹，给这个世间带来了严重的危害，这是爱因斯坦。
我们中国的诸葛亮也是个聪明人，他发明了木牛流马，但是诸葛亮没有把这个技术留给后世，因为他怕给后世大众带来危害。听说爱因斯坦晚年也很后悔自己把原子弹的理论公布于世，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据说爱因斯坦现在是在核爆地狱，那这个核爆地狱是谁制造的呢？是他自己制造的。他自己制造了核爆地狱，他自己就到核爆地狱里去受报，这全是自作自受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就克制自己，不做恶事，这是大德，是真正的成就自己的德行。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决定不作恶。那不作恶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绝对不伤害别人，宁肯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，这就是不作恶的标准。看下面四句经文：所以者何？十方世界善多恶少，亦可开化。这几句经文讲的就是现前的这个阶段，十方世界的状况要比我们娑婆世界好，就是说现在娑婆世界比不上十方世界，但是在过去我们娑婆世界也有非常好的时候。就拿中国来说吧，中国在过去曾经是整个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民族，是高度文明的国家，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。中国的古代为什么那么好？是因为人民从小接受的是儒家的教育，从小培养伦理道德的观念。近代以来，我们把传统教育舍弃了，忽视了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从现在开始恢复孔孟教育，但是这个至少也得三五十年才能收到效果，所以真的是有点困难。这一件事情是一件很令人痛心的事情。大家可能问，十方世界为什么比我们娑婆世界好呢？答案老法师是这样给我们的：十方世界都有诸佛菩萨在教学，我们这里搞教学的太少，缺少讲经的人才，缺少真正的大善知识。这是老法师给我们的答案。比如说像李炳南老师，像黄念祖老居士，像我们的净空老法师，这样真正的大善知识太稀有难逢了。另外一些高僧大德陆续的都走了，没有人教了，所以社会自然就乱了。十方世界佛菩萨多，佛陀教育是普及的，所以是善多恶少，亦可开化。这是佛在赞叹他方世界。下面两句：
为此五阿世间最为巨苦。可能有同学说，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这里的佛菩萨少呢？佛菩萨为什么不上我们这个世间来呢？我们不能怪佛菩萨，不能冤枉佛菩萨。大家都知道，佛菩萨过去常在中国示现，历史上记载的很多，那是暴露身份的，没暴露身份的可能更多更多。那现在为什么不来了呢？因为现代人不肯接受。听到这儿，可能有些人不服气，不对呀，我们接受啊。老法师说，其实你的接受，你的乐意是嘴皮子上的，心里没有真正落实，嘴皮上的功夫不能和佛菩萨感应道交。如果你真心好善好德，诸佛菩萨哪有不来的道理呢？众生有感，佛菩萨自然有应。听到这里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现在佛菩萨来的少？因为我们身心不能奉行，阳奉阴违，这是得不到佛菩萨的感应的。因为无佛教化，所以世间人就苦，不是佛不来，是众生不要佛。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变成了五阿世间。我们希望在巨苦的世间能够找到一条出路，有没有呢？有。这一条出路就是破迷开悟。那怎么样破迷开悟呢？读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这一品经文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和重视，因为我们不善于辨别善恶是非，不知道自己一身毛病。大家要仔细地读这品经文，好好地反省自己，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，对于善恶是非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。所以这品经文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品经文。看下面一句，我今于此作佛。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的自称。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降生在这个世界，示现成佛，他来干什么？下一句经文是答案，教化群生。佛来到这个世间，他的使命就是教化众生。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这一句话里，使我们真正认识到佛教是教育。因为说教化群生，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话里可以体悟到佛教是教育。这个教是什么？是教育。化是化导，教是功，化是德。众生接受佛陀的教诲，就能够变化气质，就能够转凡成圣，化恶成善。这个化是变化，从恶道变到善道，
从善道变成佛菩萨。这里的群生指一切众生。大家想想看，佛在教我们什么？在这一部经里，没有谈玄说妙的，句句经文都落实，没有一句废话。我们读《无量寿经》，人人都可以体会到这一点。看下一句，令舍五恶。五恶，就刚才我们说过了，这五恶里呢，实际上它也包括十恶。那我们先说说五恶，五恶是杀盗淫妄酒。那十恶呢，就说的细一点儿，身是杀盗淫，口是妄语两舌绮语恶口，意是贪嗔痴，这是十恶。大家看看佛陀的这种教学多么踏实，用现代的话说，就是这种教学让你看得见摸得着，针对性非常强。念佛法门是无上的法门，是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顶法。这里又一次提到顶法，顶就是至高无上，没有比它更高的。五戒十善是人天所修的基础，这个念佛的顶法是有地基的，它的地基就是五戒十善，教我们一层一层的上，决定能够达到目的，这才使我们认识到佛法的无比殊胜。往下看，去五痛，离五烧。这个痛是现在世间所受的痛苦，所遭遇的苦难。这个烧是指地狱的苦报。佛门讲，地狱是一片火光，无论是何等的地狱都是烈火。比如说就像寒冰地狱，那也是一片烈火。佛的教学是教我们断恶修善，如果我们做到了断恶修善，我们现在这一生就不受苦不受难，将来也不堕恶道。这个五烧是指恶道，这个恶道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去的。下一句，降化其意。这个降就是降服其心，心就是欲望念头。如何克服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？儒家是讲克己，佛家是讲降化，这个意思是非常接近的，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妄念，克服自己的欲望，要变化气质，化烦恼成菩提，化嗔恚为般若。在这里佛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会变。怎么变呢？就是你看，嗔是火，那个般若光明也是火，你要学会了变，这个嗔恚之火就变成了无量的智慧光。只要在嗔恚里你能把妄想执着断掉，那个嗔火就变成了般若的光明，它是可以变的。贪爱里，如果你能把分别执着断掉，那个贪爱就变成了菩提。
这个方法妙极了，这就叫降化其意。我们读无量寿经，对这些好的方式方法一定要学会，要把它应用在生活当中。下面两句，令持五善，获其福德。舍五恶，去五痛，离五烧，这是讲的断恶。断恶之后，要积极的修善，认真的从五戒十善做起。如果你能做到五戒十善，你一定会得到福报的。你这个福报里有德，这是真正的福报。下面看这一段经文，何等为五？其一者，世间诸众生类，欲为众恶，强者扶弱，转向苛贼，残害杀伤，蝶象吞啖，不知为善，后受殃罚，故有穷奇，孤独，聋盲，阴哑，持恶，妄狂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。从这段经文以下，是佛为我们详细的说明五恶、五痛、五烧。先看下面的词语，转向苛贼，转向就是互相的意思，苛是牵制，贼是杀害，互相牵制，彼此杀害，就是转向克贼。蝶象吞啖，蝶象是互相的意思，啖是吃。为善在这里指戒杀、放生、素食、劝善互生。孤独，年少失去父母称孤，年老失去了子女称独。阴哑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哑巴，不会说话。吃恶，这个吃就是白吃，恶是丑陋。先看下面这一段经文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经文的其中一部分。何等为五？其一者，世间诸众生类，欲为众恶，强者扶弱，转向苛贼，残害杀伤，蝶象吞啖。我们先看到这里，这一段经文是讲杀生的恶，这一段是专门讲杀生的。我们看这一句，世间诸众生类，这里是指一切众生，也包括一切动物，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弱肉强食。这个欲为众恶，这个欲是欲望。现在的社会呀，人比动物还要残忍。动物造恶业，要杀别的动物，是因为它饿了，才去杀别的小动物。它是为了食欲，它没有别的恶意。它要是吃饱了，比如说像狮子、老虎这样凶猛的动物，如果它吃饱了，就是小动物在它跟前走来走去，它都不予理睬，它不会去伤害它们的。另外，这个动物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就是这个大动物啊，
他大概是三天吃一餐，那就是说他三天杀一只小动物，而且他杀了这个小动物之后是和他的同伴们一起来吃。因此可以知道，这个大一点的动物去杀害小动物是逼不得已，它是为了活命。我们刚才说这个人呢比这个动物要残酷，为什么呢？人虽然不吃人，但是他杀人，而且杀得非常残酷，杀得非常多。人造恶要比畜生造的恶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。六道轮回，三恶道的罪业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罪业绝不是在畜生道里造的。畜生一生杀生也没有那么重的罪业，这个罪业都是在人道里造作的。为人作恶，那恶念就更多，人的欲望实在是太多太多，永远没有止境。即使是统一了全世界，还要征服太空，还要侵犯别的星球，这怎么得了？我们不知道事实的真相，佛为我们说出的真相是转向克贼，就是彼此杀害，这就是业因果报，循环不止。佛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，说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六道是循环的，你今天杀了他，就欠他一条命，下一生他来做人，你变成畜生的时候，他就又杀你，就这样循环，没有止境，善因善报，恶因恶报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，这就是佛告诉我们的真相。下两句是残害杀伤，蝶香吞带，这个蝶香吞带就是我们说的弱肉强食。残害杀伤是说人人皆造恶业，不知道改过修善。古人讲，人生在世有如过客，我们是来旅游的，不是常住的。既然是这样，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？有什么值得去那么认真呢？认真计较本身就是一种执着，有这种执着，你就要打好多妄想，想过去，想现在，想未来，想这些都是妄想。既然我们知道自己是个过客，为什么不快快乐乐、自自在在的观光旅游呢？这有多快乐？我们干嘛要去管人家旅游点的人事物呢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是过客，是来旅游的，那我们干嘛要去管人家这个旅游点的人事物呢？自己生烦恼，让别人也生烦恼，你说这多么不值得。这一段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下一句，转向克贼，这是讲果报的循环，杀害的循环。你这一生杀害他，来生他杀害你，这个果报是循环的，没有占便宜的，也没有吃亏的，冤冤相报，这才是六道轮回的真相。
下两句不知为善，后受殃罚。这是说众生不知道断恶修善，是因为不知道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，不知道自己跟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。佛法讲诸法实相，佛陀的教育就是要教导我们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生活的环境。世间的一切教育，没有比佛陀教育更重要的。下一句是后受殃罚，大家想一想，谁罚你？那不说后受殃罚吗？谁罚你？没有别人惩罚你，是你自己造的恶业，你就必然要去受恶报，是你自己惩罚你自己。在地藏经里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个无毒鬼王，这个无毒鬼王啊，告诉婆罗门女，能到地狱里去的就是两种人，一种人呢是受罪的人，就是去受报的，这是一种人。另一种人呢是菩萨，不是这两种人决定到不了地狱。一切殃罚都是你自心业力变现的，除了业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大家该听明白了，谁惩罚你，你为什么去受罪，是你造作的恶业，你自己在惩罚自己。下面，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恶妄狂，在这里只是举几个殃罚的实例。这个穷乞呢，是指贫穷的乞丐，这个痴恶就是我们所说的白痴傻子，妄狂就是精神分裂的病人，这些个都是果报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。这句经文是说明原因，为什么有上面举的这个例子，这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这个非常重要，我们一定要切记。看下面的经文，妻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，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。刚才我们上面说的是说恶报，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善报。讲恶报，佛告诉我们恶报非常可怕，那我们还敢去造这个恶吗？一定要修善了。所以讲完恶报之后，佛接着给我们讲善报。我们看下面几个词语，尊贵，这个尊贵呀，是指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，为大众所敬仰的人，这叫尊贵。尊贵从哪里来？这个我们要清楚，尊贵从道德中来。假如说这个人他没有道德，他只能行善，有没有果报？当然有果报。这个果报是非常复杂的，这个果报是与发心、与因缘、与境界
是有种种差别的，都是有密切关系的。我们看到社会上有贵的，注意我说的是有贵的，这个指他有很高的地位，但是他得不到一般人的尊重，所以他称不上是尊贵，他只有贵没有尊，因为大家对他不尊敬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善与德很重要。最后这一句话，德能使人心服口服，有德的人大家敬重，这是讲的尊贵。下面看豪富。豪富是财布施得的果报，贤明是智慧，法布施得的果报，这个布施是修善，得财富，得聪明智慧，得健康长寿。这个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这是三种果报。但一定要记住，要相信道德。不相信道德，这三样你是得不到的。还有经上说的长者，这个长者在地方上被尊重的绅士也称为长者。智勇才达，这举例子说，就像现在的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他们在社会上得到了受尊敬的福报，是什么原因得到这个福报的呢？是皆由素世慈孝、修善积德所致。得到这样善果的人，不是一生修来的，是多生多世善德积累的果报。真正得到这样的善福，一生中没有什么缺欠的，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乾隆皇帝，我记得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。这个乾隆皇帝的善福，不知道是多少生多少世修来的，而且一定是他生生世世修集，但是他不享受，世世的累积，才使乾隆皇帝得到了这么大的福报。佛法没有别的，就是教我们把因缘果报的真相搞清楚。福是自己修的，祸是自己造的，不可以怨天尤人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，世间有此目前现世，寿终之后，入期幽冥，转生受身，改行异道，故有泥犁禽兽鸢飞软动之属，譬如世法牢狱，俱苦极刑，浑身命经随罪去向，所受受命或长或短，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偿，殃厄未尽，终不得离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这一段经文比较长，我们看第一句，世间有此目前现世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个事实现象就摆在我们的眼前，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。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？佛讲的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真实现象。反省一下我们自己，
本身所造作所受的是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造作了什么样的因，得到了什么样的果报。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个世间，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些个事情。我们跟经典对照一下，就完全明了了。如同佛在经上讲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要知道我们前世你造了什么样的因，在这一生你现在所受的果报就是。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要知道我们来世怎么样，你就看你这一生中你心里想的，嘴里说的，身在做的，这就是来生果报的业因。这件事情不用问别人，你自己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寿终之后，入期幽冥。这告诉我们说，人死了，来世再得人身很不容易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得人身比成佛还难，你想想这个人身多么难得。佛说十法界的业因非常复杂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业因就是贪嗔痴三毒。贪就做恶鬼，嗔就堕地狱，痴就做畜生。所以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，转生受身改行异道。人死了以后到恶道里去投胎，就这一转生再受的身形状就不一样了。道是六道，如果你从人道到了畜生道，到了恶鬼道，到了地狱道，你就改头换面了，你的身形就改变了，你的生活环境也改变了，这就叫转生受身改行异道。故有泥犁，泥犁就是地狱，这是造极重的罪业。世间什么是极重的恶业罪业呢？我们大家可以这样想，杀人是恶业，但是佛告诉我们，杀人是恶业，但不是极重的恶业。那我们大家想，还有比杀人更重的恶业吗？是这样的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佛告诉我们，人死了以后可以经过轮回再往生，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原因。他可以再来投胎，这是人。最重的恶业是什么呢？是断众生的法身慧命。那我们这个就听懂了，杀人的生命是恶业，但是不是极重的恶业。断人的法身慧命，障碍佛法，障碍教学，障碍往生，障人开悟，这是第一极重的罪业，必堕地狱。那简单的说就是，杀人的罪业和断人法身慧命的罪业来比，谁是重罪？当然是断人法身慧命了。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想，这个佛告诉我们的明明白白，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还在犯这样的最重的恶业呢？你比如说，这么多年老法师讲经弘法遭到了多少障碍，看到这一段经文
我真的替这些人担忧，将来他们的去处，那不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了吗？这里告诉我们两句话，非常重要。弘扬佛法是第一德，障碍佛法是第一恶。这两句话多么重要，同学们一定要记在心里。我们一定要做弘扬佛法的事情，一定不要做障碍佛法的事情。下两句是：禽兽冤非软动之属。这一句是讲的畜生道。下面，譬如世法牢狱，具苦即行。这里的牢狱是指恶鬼道，具苦即行，比喻地狱道。魂神命经随罪去向，这一句是讲地狱道。在地狱道里所受的刑罚，我们读地藏经，看地狱变相图，都很明了了。地狱是化身，受了刑之后，身体立刻又现前，然后再受刑，一天之内是万死万生，受这种罪真是想活活不了，想死也死不了。这是什么？是随着造的罪业去受罚，造什么样的罪业就现什么样的刑具。比如说地藏经里讲有拔舌地狱，那拔舌地狱是怎么回事呢？什么人到拔舌地狱呢？就是喜欢打妄语、两舌、挑拨是非、绮语、花言巧语的欺骗众生、恶口、说话粗鲁难听、造口业，这样的人他将来就是堕拔舌地狱。这个地狱是你自己的业力变现的，不是别人造的，你自己变现地狱，你自己去受果报。所以佛说随罪去向，是你自己造的，你就要自作自受。所受寿命或长或短，寿命的长短也是自己造的，不是别人给你定的。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偿。这两句话我劝同修们好好的参一参，如果你把这两句话参透了，你今天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受别人的诽谤、侮辱、陷害，你的心是定的，因为你知道过去生中可能你这样对待过别人，这一生一世遇到一起了，人家来报复一下，我们就应该坦然地去面对，在这一生把这一笔账了了，不要再有报复的念头，不要再有争斗的念头，要解怨，不能结怨。就是说不管人家怎么样对待我，我都要忍受，要修忍辱波罗蜜。殃额未尽，终不得离。这一句话是讲，造了地狱的业，堕入了地狱，所造的恶业没有受尽，你就离不开地狱。几时受尽了，你才能够离开地狱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过去的人呢，造恶业的机会不多，现在人
造极重罪的人很多。老法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著作，现在呢写书的人很多，出书的人也很多，因为印刷方便，所以流通的也很广泛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假如你写的是邪知邪见，你误导众生，你将来一定堕地狱。什么时候你能出地狱呢？必须等你写的书在这个世间完全消失之后。要记住，完全消失之后，就是一本都没有了，甚至再说一点，一行一个字都没有了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出离地狱。哪怕世间还有一本书存在，你都离不开地狱。大家听了这一段一定要提高警惕，我们现在真的写书的人很多，出书的人很多，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在市面上是广泛流通。听了这一段话以后，你一定要注意了，你流通的这个是不是正法？如果是正法，那你就流通；如果不是正法，是邪法，是邪知邪见，你将来的去处必堕地狱。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这几句经文是对三恶道的总结。辗转是在六道里轮回，无法超越。从时间上讲呢，是累劫，这表示极长极长的时间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堕地狱容易，出地狱难。比如说，佛在经上，在楞严经上讲六道的状况，其中五道的状况讲的比较少，地狱道的状况佛是用了整个经文的二分之一。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佛讲地狱道讲了这么大的分量？那就是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，告诉我们地狱进去容易，出来难，千万千万不要堕到地狱里边去。下面几句经文：天地之间自然有事，虽不及时报应，善恶会当归之。天地之间是指三界六道轮回之内，这个报应，这个报是指猛疾突然之意，这个应是报应的意思。看这两句，天地之间自然有事，这个自然就不是人造的，人造的就不自然，不是人造的，是自然有的。怎么有的呢？是由自己的心里变现出来的。比如说梦境，梦境从哪里来？是自然有事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造恶的人晚上做噩梦，修善的人晚上做好梦，念佛的人晚上做梦也念佛，这叫自然有事。虽不及时报应，善恶会当归之，这就是常说的因果不虚，必受其报。佛法讲果报通三世，哪三世呢？第一是现世报，
现在这一生就受报，什么情况现在这一生就受现报呢？就是指作善或者是造恶重大的，如果你作善做得大，你这一生就得善报了；如果你造作了重大的恶业，你这一生就受恶报了。这叫现报，也叫现世报。第二个是生报，生报指来生受报，果报不在这一生。第三个叫后报，这个后报就不一定在哪一生哪一世了，也许是千万亿劫之后，这都没法说，因为果报一定要是因缘具足才会有报应。你现在造了因，但是你那个缘不具足，那果报是不会现前的。什么时候缘具足了，那果报就现前了。但是要记住这一句话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你别存侥幸心理，我就不得报，不得这果报了，不是的。时辰到了，一切都报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，七二者，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奢淫骄纵，任心自私，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损害忠良，心口各异，积伪多端，尊卑宗外，更相欺狂，嗔恚愚痴，欲自厚己，欲贪多有，利害胜负，结愤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。看看下面几个词语，法度，法是法律，度是法治常规。奢淫，奢是奢侈，淫是指事情做得太过分，资是放任纵欲，积伪是积心诡诈，中外，中是自己一家人，外是指外人。看下面这五句经文，七二者，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奢淫骄纵，任心自私。这一段经文是讲盗戒，我们刚才讲完了的是杀，讲杀戒，这一段经文讲的是盗戒。这个道的范围非常广大，道与什么有关系呢？与贪欲有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你没有贪心，没有欲望，你就决定不会犯这种道的过失。所以经文一开端就说不顺法度，这个法度含有佛的教诫以及世间法律的规章、风俗习惯以至道德观念，都包括在法度之中。简单的说，法就是法律，度就是衡量的意思。下面看顺法度。什么叫顺法度？就是持戒、守法、守礼。老法师说，佛门中保留了一些古礼，最普遍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五体投地的礼拜，这是佛门的一个古礼。老法师在这里告诉我们，
佛教如果不能现代化、本土化，对于佛法的弘扬一定会有障碍。世人看到佛教徒要行跪拜礼，于是他就不学佛了，把现代人学佛的意愿打消了，这是我们的过失。我们是要人家来学佛陀的教育，而不要执着这些形式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见到佛像，你可以拜佛，可以行这个跪拜礼。如果你见到法师，无论是什么样地位的老法师，他的名气有多么大，问讯就好。而且告诉我们是一问讯，不必三问讯，不必跪拜。讲到这里，我觉得同学们听了可能有的会大吃一惊，但是这确实是老法师教诲我们的。我认为老法师说的非常有道理。五体投地的跪拜，如果一定要拜，一定要考虑时间、地点、场合，不能不分场合的跪地上就拜，确实是让没有学佛的人容易产生误会。所以老法师的这一段开示，我觉得非常重要，非常正确。就是有同修可能还不习惯，那见着师父了不行跪拜礼，就何时一问讯，还就一问讯，连三问讯都不必要了吗？我们按照师父说的去办，应该是没有错的。奢淫骄纵，奢淫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奢侈。这个淫不一定是指男女，凡是事情做得太过分都叫做淫。比如说下雨下下来没完没了，我们常这样说，淫雨连绵。骄纵，骄是骄慢，纵是放纵，丝毫的约束都不愿意遵守，为所欲为，我行我素，任心自知，就是过分的民主，过分的自由，变成了社会的不安定，这叫任心自知。趋上不明，就是指社会上领导人没有智慧，没有深远的见识，眼光短浅，到后来一定会出问题的。这个居上不论团体大小都是适用的。老法师举个例子说，比如寺院里的住持就是居上的。在位不正，这里是指我们平常所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作为领导人没有智慧，没有眼光，而且他的种种行为举止不是符合道理的。比如说就反腐败吧，如果作为一个领导者他本身不干净，有腐败的现象，他的部下很难做到奉公守法，负责尽职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作为领导人，不管你是哪一个级别的领导人，一定要给你的下属做一个好榜样。陷人冤枉，损害忠良，这上面不是说的在位不正居上不明吗？老法师给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，
从我国历史上看，宋高宗属于居上不明，秦桧是属于在位不正，为一人的名位利益，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陷害岳飞，这个事儿人人皆知。为什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就是贪嗔痴嫉妒障碍，见到贤能的人，不但不知道尊敬，不知道效法，反而是想方设法把他除掉。这样的事情古今中外都有。心口各异，积伪多端，尊卑中外，更像欺狂。心里想的与口里说的不一样，这就叫做心口不一，也叫心口各异。积伪多端是说存心不善，不择手段，做损人利己之事。尊卑中外，尊是长辈，卑是晚辈，中是指家庭或者是团体，外是指外人。自古以来啊，古圣先贤都感叹，人生在世，如果能遇到一个知心的朋友很难。什么叫知心朋友？是能说真心话，没有丝毫欺狂的。当然这是多生多劫真诚相待的善缘，非是一生两生三生五生浅缘可得的善果。大家从这儿可以看得出来，得到一个知心朋友多么不容易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甚至于父子兄弟夫妻都互相猜疑，互相欺狂，没有什么真诚可言，真的是很可怕。嗔恚愚痴，这是说贪嗔痴三毒烦恼天天在增长，越迷越深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不了解。欲自后己，这是一种迷惑之相，迷惑就是愚痴。嗔恚里有嫉妒，不能容人，不服人，看到别人好自己心里就难过不服气，这就叫欲自后己。欲贪多有，这里面的贪是指贪嗔痴三毒通通具足。说一说这个多有，我们各位同学想一想，我们每个人都想多有，但是你仔细想明白了，你就知道了，我们多有了什么呢？是多有了烦恼，多有了忧虑，多有了牵挂，多有了恶业。大家好好想一想，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？利害胜负，结愤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。这四句经文合起来讲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竞争。佛在三千年以前已经看透了我们现在的社会，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是斗争坚固，确实是斗争坚固。现在人与人往来，不讲道义，讲利益，
今天有力，今天是好朋友，明天没力了，反目就成仇人。以前不但人与人之间讲道义，国家与国家之间也讲道义，现在人与人之间争的是胜负，根本就不讲什么道义了，连佛门也不能避免。我们看看许多道场，出家在家四众同修也都在争胜负，争利益。所以佛法与世法一样的衰微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众生没有福报。如果你是一个在社会上讲忍让的人，人家会瞧不起你，人家会笑你是傻瓜，说你无能，说你跟不上时代的潮流。大家想想看，这样的意识形态是不是一种扭曲的意识形态？它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一个人肯忍让。这样的结果又是什么呢？就是结愤成仇。我们看看这个结愤成仇的愤，这个愤呢，本来是指小怨，微不足道的小事儿。可是由小事儿、小怨，慢慢的就集结成大的冤仇，到最后家破人亡，不顾前后。前后是讲因果，前是讲前生，后是讲后世。人如果你能够想到你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你这个事儿想明白了，你自然就会少造许多恶业和不造恶业。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